Hey guys， 欢迎回来 Rock 的频道。我知道我拖更了，对不起，非常抱歉各位。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我跟各位分享的内容就是我所佩戴过的眼镜，以及如何选择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我经历了很多弯路才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要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这个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或者说我也并不想拆穿这个行业某一些现象，只是分享一些我过往的经历给大家。如果有一些说的不正确的地方的话，还请专业的朋友们可以帮我指出来。按时间顺序开始介绍好了。我所保留下来现在能找到的在家里放最早的一副应该是这一副，这是我在木九时配的 Wake Up 的眼镜。我不知道 Wake Up 是他们的品牌还是一个系列，当时我没有太多关于眼镜的知识，只是知道形状好看是我想要，然后度数合适就行，没有想那么多，包括什么折射率啊、阿倍数啊，这些都不是特别的明白。所以那时候配的一副眼镜其实并不是特别舒服，但当时自己根本就没管那么多，戴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越来越觉得为什么自己开始工作或者是用眼的时候总是有一种非常别扭的姿势去不断的调整。后来才发现是我的眼镜镜架的尺寸跟我的脸型和头型并不是十分的匹配，所以我才有那么多不好的用眼习惯和工作的姿势都不是非常的正确和健康。当我意识到之后呢，我就马上去开始物色新的尺寸的镜框，还有去学习和了解镜片的知识。做回这副眼镜吧，它是防蓝光的镜片，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配了这个镜片，因为当时我还在做摄影师的工作嘛。后来发现防蓝光的镜片看所有的东西都会比较偏暖一点，它的色温会比较偏暖偏高，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它是有点偏黄的。所以这也导致了我在工作的时候需要不断的取下眼镜去看屏幕和真实物体的实际色彩，才能在软件中去还原它本身物品和人的肤色之类的真实色彩。所以这也是我后来配的所有眼镜都没有选择防蓝光镜片的原因。说到眼镜的尺寸呢，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所购买的眼镜镜框尺寸都会写在镜腿的内侧，就是镜腿的这个位置，中间会有一个方形的正方形的框，那一个就是分隔符号。左边的数字呢，比方说这一副是48，就是它眼镜框的最宽宽度是48毫米，然后方框右边的数字是21，也就是说两个镜框中间这个桥的位置最宽是21，那你可以算出来你整个镜框前框的长度，以及它最后有一个140，就是你的镜腿长度，就是这一段的距离。 OK， 这是镜框的基本参数尺寸。了解了这个参数呢，你才能选到一副合适你脸型和头型尺寸的镜框。你可以看到对比，后来选择的一副镜框是 Native Sons 的 Ciego， 是这样发音吗？这副镜框对比起我之前那副，就是完全可以把它装进去，看到吗？但这副之后我就没有那种之前说的工作的时候会有不健康的姿势，比方说这副眼镜其实对我的脸和头来说偏小了，所以在长时间佩戴过后它总会有往下滑落的情况，而我自己并不以为意，所以我会不自觉的去就着它滑落的位置来看东西，这就导致了我使用电脑的时候总是会这样抬着头，然后眼睛还是看着下方，就是看着镜片的视中心轴，才能确保你看的东西是最清晰的。那久而久之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应该叫有一点点耸肩和仰头的坏习惯，在换了眼镜之后也花了我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矫正过来。如果你像我一样有刚刚出现的错误的示范的姿势呢，其实我建议你关注一个我也经常关注的健康体态矫正 UP 主，我把他名字放在这一点。关于体态的调整都是看他的视频去学习的，然后希望对你们也有一定的帮助吧。如果各位留心观察一下你身边戴眼镜的人呢，绝大多数的人他们自己所佩戴的眼镜基本上都是尺寸与自己的头或者脸不相符的。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戴眼镜的时候他们的眼镜都是基本上在这个位置，然后就像个老爷爷或者老奶奶一样看东西，把头抬起来这样，然后经常去推啊，或者是有些挤眉弄眼这种
非常不好的面部肌肉的潜意识去调整眼镜位置的姿势和动作，长久以来对于你的体态以及健康都是非常不好的行为。所以奉劝大家一定要试过眼镜，要挑选非常合适的尺寸，以最健康的方式去矫正你的视力。因为眼镜买来你不要只是选一个好看的款式就算了，它真的是要为你自己的健康服务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当然选眼镜的基本就是款式第一，然后尺寸第二吧，再过来我才会看材质和工艺，然后才是重量，就是我选眼镜的几个重要的顺序。 Native Sounds 这一副我还买了一副蓝色的墨镜版本，然后这个版本是我配了偏光的墨镜片。后来我发现这一个设计并不是很适合用来长时间在出汗的环境下佩戴，因为它的前后重量是非常不平衡的，它前面是用板材加金属，然后板材质量也蛮好的，所以前面会很重，然后后面你看它的镜腿非常细，所以你能想象吗？它是一个墨镜，然后它的鼻托也是这种非常光滑的钛金属的鼻托，然后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在户外30几度，你满头大汗，那你在越佩戴它越往下滑，你就不得不经常的去推啊，去调整它的位置啊，然后戴的就十分痛苦，并不是非常愉悦的体验。当然它的造型我是非常喜欢，戴上去还是蛮有型的。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镜框的款式大概就是镜框上沿的位置比较有线条感，然后下沿是比较圆的，我个人喜欢这种设计的方向风格。但是没办法，这副眼镜如果在空调房戴的话问题不大，只是真的要去户外活动，可能我还是会选择一副舒适的可以长久佩戴的镜框，再加上一副偏光夹片会来得更实在一点。夹片和光学镜框加起来的重量也不一定有这个镜框的重量这么重，我不是说这副镜框非常重，我是说它的重量非常的不平衡，后面相比前面太重了，所以经常会往下滑，它的鼻托啊镜腿这些位置也都是很难去调整的，所以没有办法去迁就它。那再后来我就开始从日本的品牌了解到美国的品牌，就是这副 DITA。 DITA 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应该算高级眼镜品牌吧，但是他们也都是在日本制造，不过我喜欢他们的点是在于他们的设计非常的讨巧，在很前卫很有设计感的同时，他们也用非常好的材料和工艺去达成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和品质。我这里有两副 DITA 的镜框，一副是这副 DRX， 它的名字是 UNION。 这副方框的目前在我所有拥有的眼镜里我觉得舒适度是第一名的，它的无论从结构也好重量也好然后佩戴的舒适性也好还有它结构的稳定性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长时间佩戴是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都不会说有滑落啊，有非常需要你去迁就它的位置的情况出现，因为它的鼻托也是可以自己做微调的，然后它的镜腿的设计在结尾的部位非常粗壮，可以非常稳定的架在你的耳朵上。说到 DITA 的话，另外一副这一副就是叫 Alio 的，然后它的型号是 DTX100。 这一副我个人就觉得我单纯只喜欢它的设计感，它的佩戴舒适度呢我觉得就比不上 ERX 这一副这么好，但是也不差了，因为它够轻，它全框都是用钛金属去做的，它设计感就好像一根金属丝去弯成整副镜框的形状。我们看到它的鼻托可能就会想到一个日本品牌叫做万年龟，那个品牌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鼻托，以及它做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复古，就很像爷爷戴的眼镜。 DITA 这一副 DTX 呢，我很喜欢它一个点，除了它的金属丝弯成的形状这种设计感之外，我还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的眼镜框的侧面有一个好像防风罩一样设计，我觉得非常酷的，就有点像电影里的那种道具的墨镜一样。然后并且这副框我觉得是比较适合长时间对着荧幕工作的人，因为它够轻，架在你的鼻梁和耳朵上你不会有太多的负重感，然后并且它也是非常稳固的结构。因为我比较不喜欢眼镜的一个设计特点就是它太过于松散，听这个声音，然后你再
这个是不会有这种松散松动的迹象，所以我是比较喜欢它这一点。然后现在也是作为我的主力也近框在使用。我还有一副近框是 Stancy Ramos 的，这个牌子可能听过的人比较少，但是我最早留意到它是因为它有一款近框和 TBR 非常像，是那种上面是皇冠型下面是圆形的那种款式，然后是我非常喜欢。但是那一款呢，它的鼻托是一体式的，不是这种额外的鼻托，所以没有办法去调整，我就转向其他品牌。后来我发现 Stancy Ramos 也有做这个款式，我当时就非常的喜欢。但我实际的去他们官网看了尺寸之后，我才发现它的尺寸跟我的脸和我的头都不是很合适。老实话，对，我的头就是很大，也没有很大吧。后来我就看到了这副007的款式，这款虽然它的镜框不是很大，但它整体尺寸还是蛮合适我的头型，带给你们看一下。但是佩戴上之后我才发现好像这款也并不是很适合我，因为它戴上倒是挺舒服的，然后但是会显得我的眼睛，我的两眼间距非常的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戴上会有这种效果。然后它的镜腿太纤细了，以至于都没有什么架在我耳朵上的感觉，然后我就总觉得它往下掉一样，戴上起来会不是特别的有安全感，所以我现在比较少戴。介绍完一些金属的眼镜框之后呢，我这边还有一些板材的眼镜框。这副可能你比较熟悉了，是 Yellow Plus 的，但是我这一副的颜色其实选完之后我才有点后悔，因为这个戴帽的版本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深色，一个是浅色，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选了浅色的，然后后来发现我戴上并不是很好看，可能我眉毛比较明显，然后脸上我颧骨又比较高，所以这个位置颜色浅上面深的话就显得我这一块很重，然后下面特别轻。戴上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觉得一般般，但是佩戴的舒适度还是不错的。像我 Yellow Plus 这一副呢，我是去 Jeans 配的镜片。对， Jeans 你可以拿你自己的镜框去给他们配镜片，反正价格也差不多。但是我非常失败的一点就是我配的镜片在 Jeans 是渐变度数，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这样说，就是这款镜片的上眼部分和下眼部分在你佩戴的时候给你度数的观感是不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可能那个镜片的曲率不同吧，才就是比方说你看书，你看离你近的物体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不需要去调整晶状体的厚度那么辛苦，因为它的曲率上下曲率不同会有一个变化，所以你看近的东西和远的东西你可以比较快速的对到焦，但是实际佩戴的体验并没有说的这么完美这么好。实际佩戴的时候我发现远的东西我看的好像也不是很清楚，近的东西我看得清楚，但是说切换对焦的时候也没有说好像那么快的感觉，跟其他镜片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反倒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还要有一点点眯眼的动作，就是代表什么呢，眯眼的动作代表的就是度数不够了，所以这款镜片配的其实我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没有办法，这自己的选择嘛，它也没有什么质量问题，只是我选错了而已，所以我现在比较少佩戴这一副了。然后在这里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怎么说呢，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嘛，就是这种渐变度数的镜片，如果你不是特别试过觉得很喜欢很适合你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吧。这副眼镜的结构也是蛮稳定啊，不会有松散和滑动，但是它的尺寸并不是特别适合我的脸型，所以我在它的镜腿后面加了两个橡胶的这个叫什么防滑圈来固定，其实我很多板材的镜框都会有加这个防滑圈，这个 Ray-Ban 的六边形镜框也是，我也有加防滑圈。然后说一下 Ray-Ban 这个框是当时 Ray-Ban 品牌 PR 我的一款，这个当时是应该是18年的8月份的时候他们推出的新款，那时候 Ray-Ban 就有联系到我说 PR 我一副，邀请我去体验一下他们的光学验光服务，然后我当时还觉得蛮神奇的，因为 Ray-Ban 品牌在我心目中一直就是一个传统的做飞行员墨镜的品牌，包括很多人不了解墨镜的款式和区别，比如像我老爸，你只要一跟他说飞行员墨镜，他马上就会指着那副墨镜说哦雷朋，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联系到我说他们现在正在做光学眼镜的推广，我也是蛮神奇的，然后决定去试试看。因为这个视频我剪的时候发现太长了，然后我就决定把它分成上下两集。那在下半部分呢，我分享更多关于验光和镜片板材质的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不要忘了还有下集。